姐妹们，你们辛苦了，走到现在每一场你们都在完成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你们都做到了。第四赛段大家马上将要面临的考验是每个团将首次挑战全团完成两首曲目。啊，说什么什么？他说什么？哦，两首。两首。这次是两个秀，其实排练的难度会大很多。几天时间，天哪，你就要学会整个一首歌，现在两首，疯了，还要记歌词，记旋律，记舞蹈动作哦。这一次各团将进行两轮对决，第一轮团体战，第二轮合作战。舞台不只是一个比赛场，它最终一定属于能够表达自我和观众产生灵魂共振的人。所以第二轮我们将挑战最具有现场共鸣力的乐队 Live Show。 哇哦，我喜欢。考验大家能不能在这个小小的舞台上演唱万人广场。我喜欢。这次我们邀请的合作乐队是一支极具冒险精神的乐队，他们的风格令人琢磨不透，舞台永远都带来意外的惊喜。是谁？他们是闪耀去年夏天的冠军乐队，也是第一场公演曲目 Everybody 的原唱，他们是新裤子乐队。一选歌一看到是新裤子乐队，哇，我当时我整个人都疯了，然后开始迷失自己了，因为我特别喜欢新裤子，就立刻从丽坤走的一个特别悲伤的情绪一下就变成了一个粉丝的和迷妹的状态，然后连宁静姐姐跟菲菲都一直在说，我说哎，你控制一下，你现在是姐姐，你不能这么丢脸。接下来我们先完成这次的成团重组，我们将重组为两个五人团和一个七人团。现在全新的座位区已经开启，我们将按照本场公演四个团由高到低的成绩排名依次分团进行选座，座位选完即止，请各位认真思考和选择。啊，那我们又是最后。首先有请公演总分最高的万茜团的五位小姐姐起立。你们可以保持原团成员，也可以自由重选，同时你们可以考量是否要冲刺七人团。你要选七人分？怎么选？我也不知道。保持啊，六个颜色。中午战了。OK 啊，我都行。当宣布说五人团整个团先选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很统一说，那就我们五个吧，我们不想变。我们五个通过这一次，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爽的事情，因为太记忆犹新了，所以我们想保持。我觉得我们下一次会更好。团文已经有了，那为什么就不继续下去？OK， 还是一个团啊？那你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真的实力差得太远了。如果是这种赛制的话，那么之前合作过的成团的，如果他们合作得很好，他们自然会不会变，因为这会为下一轮省去很多的磨合的时间。咱们打伞，你们住在一块不腻吗？没住腻吗？好，现在请公演总分第二的宁静姐姐团起立，请选择你们的团队。怎么办，姐姐？那就五人团呗。我也是想五人团，还可以再有一个人再吸收一个。我就是吸引听静姐的。嗯，挑戏仪，挑戏仪，挑戏仪，我们想挑戏仪的，大家都说好，你说了算。好，静姐四位已经选择了一个团，他们也选五人团。哦天哪，我们这是七个人吗？哦，哎，我们这是八个人。哎，所以我们就有一个人可以先过去，然后就合并是吗？对，剩下的就合并。对，那时候我其实跟静姐是有个约定的。我希望失去你。那如果我还有机会留得下来的话，我希望你会给我一次机会。无论如何，我们要在一起，再一次，至少再一次。好。那有请公演总分第三的张雨绮团的姐姐做出选择。队长，你决定。雨绮。我们。对。你们打算怎么样？现在就是要么就差一个过去，
你去吧，你总分最高。你咋知道？没说呢。啊、但你今天跳的个人秀，不知道呢，不知道呢。看有没有人想，有没有人想去？我想去那个团看看。我想去那个团看看。好，你去哪个吧？我想去那个团看看。我觉得蛮像他会做的事情啊，嗯，就是很合理啊，就是他就是很主动，就是很知道自己想要去哪一个方向，很会主动争取的一个人。只是之前的约定也不够节目组的规则，人生就是这样的，没遗憾。你想去你去吧，你想去你去，你去，对，好。没有很意外，我觉得他可能想选尝试一个新的团体，对。他的确是很优秀的，他的能力是能够跟他们搭配的，没有问题。我想跟新的姐姐们合作合作看。好。我是就是想要去重新尝试各种各样的姐姐们，然后想要去跟他们合作。我也是第一个大声的说出来，我说我想去那边的。对，我觉得这个节目它对于我的意义就在于此吧。我希望可以有不同的体验，我来加入你们啦。好，男一女。好，接下来就不用了。欢迎。是我们的。那剩下的一起结团合影，莹莹也是非常棒的，又刻苦，每一次跟上了发条一样的，也是美少女是吧？我觉得非常开心，欢迎她来。啊，那我们就这样，自动成团，自动成团，好，好，好 ，Everybody， 呜呼，就是成团了吧？好，去坐一，来吧，走。选歌的话，我们七个人的票数加起来可是很高的啊！是这么选吗？估计不是。在我都已经坐定了在那儿的时候，我发现那个对面不是七人团吗？ Yumiko 的眼神嗡杀过来，说：“怎么了这是？”然后下来了以后，他才告诉我说他想来这里，我不知道。我对尤米库姐姐还稍微有点抱歉。恭喜各位顺利成团，现在请三团的姐姐进行商议，自行推选出 leader 人选。那太好选了。我们还是换一个人。不可能，我跟你说，我们几个要跟要带偏的，要偏的。我当你的二军，右手的那个人辅助你。我当团宠好吗？可以。又来 leader， 有没有自告奋勇的小刚？我推荐 Yumiko。哦，不要，我不行，我不行。因为雨琦，我是很希望他继续当的，你 OK 吗？谁想当 leader 谁当，现在就自告奋勇。你都不想当，就是你，张雨琦就是你。我当着我当呗，他就你，张雨琦。好了好了，我们选完了。好，选完了。要不然你当一次，我觉得你可以，正儿八经，你当一次。真的。可以试一下吧。 leader 要干嘛呀？就是管我们。我一开始态度是拒绝。为什么要拒绝？我怎么能当 leader 呢？静静你在啊。静姐定了吗？你去，那你撑我啊。嗯好。被什么说服了？被他炙热的眼神。就只有就硬着头皮来一次吧。你有信心能领导静姐吗？你在开什么玩笑呢？不能说是领导静静吧，我就是哄她。本次公演500位浪花，个人喜爱度投票有效票数为488票。现在我们先来看一下17位姐姐的个人喜爱度，请看大屏幕。哇哦！哇哦！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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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很开心。就说明观众眼睛也是雪亮的，所以这就好办了。你的努力，你的优秀，一定会被发现。菲菲是专业的舞者，超一流的舞者，包括她的脸部的表现力，她的身体的表现力，这么多年来她全部在那个舞蹈里面，她有突出，她有突出，我挑不出来刺。啊，我第十六啊！不要安慰我，我跟你说我很难过，今天王菲菲拿全场第一，我替她开心，替我自己难过。啊，是我不够可爱吗？这次公演的个人喜爱度排名里面，倒数三名都是你们团的，你看了之后是什么心情？我跟永林就其实还好，我们觉得那肯定是因为我们先表演完了，我们晋级了，然后观众就想说不投我们也可以。